对啊，结果后来，因为我们这一次要塑金身了，最早因为我们以往都比较穷吧，啊，就是经费一直都不是很，所以那个主持人就说，本来我们以前就想说要不要给他塑金身，他说他只要一个牌位就行了。那这一次呢，可能我们也是慢慢的这个，我们也换了大排练场了，经费也比较宽裕了，主持人说他要塑金身，那我们想说要塑金身的话，就要知道。他是谁这样子，因为唐明皇跟田。